在给谁发信息呢？无可救药的恋爱脑。暧昧对象吧。什么呀，我现在就是一个不收费的垃圾桶，你知道吗？呀，我有个 PPT 要做，那个我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拜拜。周总，两条路你走哪条啊？喂，你就应该往那边走，那边是游客路线，我这边是高职高阶路线，很辛苦的，两人走轻松路线吧。我就不走轻松路线。要不我帮你背吧。我自己背得动。空气真好。从来没问过你一个问题。你到底为什么不婚不育？那我也想问你啊，你为什么必须结婚才可以？明明是我先问的呀。我是这么想的，你看一个人多好呀，又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要是像你这么有钱的话，我就先买一个岛，然后呢在岛上种很多的水果呀、菜呀，然后又有很多的小动物，每天就自己玩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去你的小岛找你玩啊？